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妈妈，在我大学的时候，我父亲过世，我妈妈她的独立、坚强跟乐于助人的价值观，是事实上深深影响到我。当我开始投入社会服务工作之后，她不仅告诉我要继续助人，还用行动支持我们捐助便当，让我们服务工作能够持续推动下去。